就去吃个早饭，这全副武装。耶、yeah. ，走啦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他要拯救你的衣服。下面，这个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我们那个网子有点小，这黑暗使者在前面太吓人了。哦，来一句。哦。应该来一句什么歌、啊？这里。这里的滴滴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飞路九。哎，那个什么《春江水》，那是什么歌？山歌好比春江水。我们来吃早饭喽！哦，好凉快啊！你要推近一点。哇，这什么呀？都是这里的虫子吗？嗯。哇，好大！哇，好大呀！各种各样的虫子，这里是吃早饭的地方。我这可是小猫吗？哇，这个是我们的早餐吗？对，营养均衡。这个要感谢特别鸣谢闺蜜的赞助。哦，赞助商。跟你说，今天还有惊喜吗？今天还有惊喜吗？赞助商。但是我跟你说。没有，他这里自己养的，没关系。这个猫打过防御针是吧？也是不敢不热的。天哪，你看，强烈推荐你们过来，他们这边服务态度超赞。现在没有。它这个套票里面还带有这个滑板车，如果是你们是亲子来的话，超级推荐。估计小朋友都喜欢这种车吧，像越野的那种。走啦，你等我，给他拍他拍他。你好，你好 ，Hello。带明娜和明灿过来看大熊。明灿，刚刚那个车好玩吗？猫在哪里？就出去了吗？我们没看到熊猫啊，这不是出口了吗？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啊？我看到竹子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这是熊猫宝宝的时候，可爱吧？这个是熊猫啊，呀，好可爱呀！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这么看熊猫。营业时间结束了，来来起来。被迫营业的熊猫，哎，不行，他累了是吧？哎呀，不要进去啊 ！Come on, baby。不是，他不想理我们。应该是从入口进，我们刚刚从出口进了，然后在啃竹子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都啃不完。我们就出来了，直接。我们现在看完熊猫了，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坐云龙飞车。好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长寿之类的？不知道哎。活的。死的死的死的，捡来就死的。可以送给你了，送给这边管家全程，哇，真的是一对一的服务。刚才那个小要做一个手工。哇，这里真的是好美啊，一拍就是个大片儿，你看。因为这两天空一点。啊，就是周末来，他就是凑过周末来推荐你们平时来。对。里面还包括两张这个做手工的票，但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你可以换成亲子票。好大呀，脚好完整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四只都完整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很厉害的。嗯，很厉害，你要买吗？我们之前自己有养。啊，你要买我就卖了。很有可能自己都。米娜呀，你看这种东西都可以做的，做的东西，这种东西都可以做的，你看，这种这种，这都是自己做的。对啊，你想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，太难。不难。
哦，这个是干什么的呀？纸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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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你过来，你这样看，好像青蛙的感觉。哦，青蛙在叫。是啊。让他做手工嘛，他不做，他就看中了人家的这个标本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！哪里干嘛？黑乎乎的。你不要动啊，等会儿他脚掉了。做这个呀？嗯。这个怎么做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个做不了，因为这个要时间很久。虫子是活的，会不会吧？敏灿就要这个，然后专门放标本。戒指啊，都可以，往那边放。斜着放，明灿呐，斜着放，哇，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他来有收获，就两个虫子，什么？那个木质，啊，他陪吃陪喝陪睡，他还能陪孩子，看，五颜六色的，母鸡是青蛙呀，哪儿来的青蛙？我觉得它像青蛙。你那这个可以回去送给奶奶，送给奶奶肯定奶奶很喜欢。那你给我们买单，我们还有给你化妆，化妆师，随身携带的小化妆师。我们现在要去坐云霄飞车，这个好看不？好看。嗯，艺术。啊，我们坐最前面吧。好的。哦，这个前面有人了。坐云霄飞车，先坐好，不用管。救命啊！他们好高啦！哇！啊，晒一层皮脱下来，感觉啊，很怕，很怕呀！妈妈在呢。啊！是佩妮啊！上来了，我们。哦。才开始。应该是恐龙。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不行的呀！啊，很好玩啊，很好玩对吧？哦，到看到你。明灿说：“再来一次。”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。下次妈妈再带你玩。飞快是吧？是吗？很快吗？两个小朋友，他们还要再玩。你们两个人自己坐啊！对啊。再见。敏灿说：“妈妈，我要上厕所。”现在我们去哪里？铁姑，小溪，上来，上来，我要喝水，给我。在哪？往前面，往上面，往上面，上面走吧。你看，真的有鱼，但是你不能浪啊！要摔跤了。走，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！来来，踩着。妈呀！没事，然后这个踩着。行，脚踝都没。哦呦，他很重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是你背胖子还是他背你呀、啊？走 ，OK， 走了走了，这边好多蚊子啊，赶紧走。